现在开始选老师。我选张老师。我也选张老师。那我选郝老师。小雪，你是不是傻？你为什么要选郝老师？对呀，郝老师那么严格。小雪，你没有选错吧？我没有选错，我选的就是郝老师。大家已经选过老师了，现在开始去上课吧。小雪，都没有人选我，你选我不会后悔吗？我不后悔，老师，本来就应该选郝老师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同学们，开始上课了，这节课我们一起来打游戏。哇塞，打游戏真是太好了，我还给你们带了薯片、可乐、辣条，你们打游戏累了可以吃。这也太好了吧，上课竟然还可以吃零食。当然可以了，在我的课上大家可以想干嘛就干嘛。老师，我困了，我想睡觉。可以。太好了。老师，那我想出去玩。可以。太好了。老师，我想吃草莓蛋糕。没问题，老师这就给你做。老师真是太好了，不用写作业，不用做试题，可以想干嘛就干嘛。我喜欢柴老师。我们也是，柴老师万岁。小雪，这节课我们来考试。可是老师，我还有一些题目不会呢。没关系，咱们先考试，等你做完试卷就能知道自己是哪些地方不会了，老师可以单独辅导你。太好了，谢谢老师。小雪，你怎么还在这里考试啊？小贝姐姐，现在是上课时间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当然是因为我不用上课了。啊，小雪，你也太惨了，谁让你选郝老师的？现在后悔了吧？就是，你要和我们选一样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和我们一块玩了。我才不羡慕呢，你们快走吧，我还要考试呢。小雪可真傻。大宝，我们走。小雪，我来给你批改试卷。小雪，你得了100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不过你回家还是要好好完成作业。我知道了，老师。现在开始考试，这是大家的试卷，可以开始答题了。完了，根本没有学习，这个怎么做啊？对啊，我什么也不会。我也是。彩玲阿姨，我做完了。哇，小雪，你竟然这么快就做完了，我看看。不错，小雪100分。谢谢彩玲阿姨。兄妹大宝小贝，你们还没完成吗？我来看看。什么？你们什么也没写，全是空白的。我不会。我们也是。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明天把你们的家长都叫来，另外一人做10张试卷。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我再也不要柴老师了。我也是，我要选郝老师。小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来选老师，你们会怎么选呢？快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。